你的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姿势，眼睛一闭，你就开始放松了。这是浙江一家酒店推出的哄睡助眠服务，在大陆有不少人有失眠的困扰。根据调查，酒店的哄睡服务顾客以90后的女生居多。有音乐演奏和医学双重学历的哄睡师表示，刺激听觉、视觉等等引起的情绪生理反应，让不少听众认为有助于放松和睡眠。市场上还出现各种助眠商品，包括秒睡喷雾。不过专家表示，喷雾剂、香氛可能含有吸入后使人昏迷的麻醉剂，而助眠音乐的音频中次声波可能伤身，如果有失眠的问题，建议还是找医生咨询治疗。